的好好穿，好喜欢哦。这是一件没有弹性的吊带裤，但是呢，它真的很好看的原因是，我觉得它在车缝上啊，你看这边三颗扣子让你们可以自己去做调整。那我觉得放到最后一颗是最舒适的。那这一款呢、啊，它是做比较利落的短款的吊带裤，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小资女孩的 look。高个可能会稍显觉得有一些些短，但是呢，比如说大概165到168的人，我觉得都很适合哦。那这件呢、啊，它唯一的小坏处就是它的尺寸是 XS 跟 S 号跟 M 号。那再来，我觉得它的刷色是有点刷白复古蓝，所以跟我们一般的牛仔蓝比较不一样。而且呢，它在这边前面做了一个车线，哇，宽裤的吊带裤穿起来好瘦哦，然后腿很直。之外呢，它做了一个前开叉，我觉得超级时尚跟利落。不论你是踩高鞋或是穿小白鞋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之外，在背面的地方我觉得细节很多，它是做了一个那种小短拉链，我觉得很有质感。那屁股的部分也不会到很紧，然后呢，不论你是要穿脱坐下都很有极大舒服的range。